在今天早晨，有不少球迷发现腾讯开始转播 NBA 的季前赛了，而且部分场次还安排了两个解说员进行直播，这确实有点意外。毕竟啊，从宣布暂停转播 NBA 赛事到现在已经开始转播 NBA， 腾讯这个切换似乎找不到一个星期，而且这个设计的可能是国家主权问题，所以说球迷对于腾讯这个做法不太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呢，腾讯这次悄悄地恢复 NBA 季前赛的直播啊，确实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，而且很快就登上了微博热搜，这也足以看得出这个 N 决定好像是网友不太满意呀。不过腾讯的直播好像是在试水，明天的六场比赛当中并没有视频直播，就连热门比赛勇士 VS 湖人他们也仅仅显示图文直播，所以说这也充分说明了腾讯并不是开始大规模的转播 NBA 季前赛，他只是看着球迷们的具体反应。都知道啊，这个在赛程上腾讯依旧没有将火箭这个球队列进去，所以说这也似乎透露了一个信息，国内可能会永久禁播火箭的比赛。但是禁播整个 NBA 似乎不太现实，据杨毅透露呢，这次 NBA 的风波呀，最终结果将在本周三揭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央视方面还是暂时没有恢复 NBA 的直播，而且他们的官网连 NBA 一个栏目都没有。各位，您对于这个事儿怎么看呢？欢迎说出你的想法。